第二，我们现在要做锅包肉的酱。搬完梨，要放这淀粉。放两小淀粉，所以有比较多的这个酱。好，放完梨放在淀粉以后，就要放雪梨。你可以搅拌你这个一下，所以，如果你们别搅拌的时候，这个淀粉，变成了一点不好，所以我们要，搅拌一下。水。